烹饪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。好的厨师能照顾到食客的喜好，好的食客能品尝出厨师的心意。即使是再难对付的饕客，也会被一道甜香嫩滑的杏仁豆腐折服，如丝绸拂过嘴唇，蒙尘的美梦在记忆中复苏，回味万千。Thank you.